掀开经本第十七面，从究竟无住分第十七看起。那么从这个地方一直到二十四面第一行，这个一大段是四分里面的第三分，也就是行的分。这个四分是性解行证。姜维农居士科注里面是身观无住以进修啊。本经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，在前半部呢是从境界上说明无住身心的道理，这一部分呢也分成两段啊，一段是性啊，一段是解。那么后半部呢就从十七分呢到第三十二分，是从心地上来说明无住显示般若的离体。古德曾经说这个两部分其实佛所教导我们的前半部已经说完了，后半部一开端呢须菩提尊者又提出祈请，于是就补充说明啊前面的深意，因此前半部的经文，前的人看到前，深的人看到深，地区是随一切众生呢根性程度不一样，都能得利益。而后半部实在说是为深无浅呢，所以后半部确实比前半部的意思要深啊。深在哪里呢？从心性里面说啊，前面呢是从境界上说。那么前面呢有一段，也就是第十五分里面的。有几句话非常重要啊，在这个第十五页第二行啊，最后这一句：若复有人闻此经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甚彼。这句话非常重要啊，就是信心不逆啊，学佛。尤其是修学般若法门，这个法门的目的是要见性，是要成佛的。那么修学成败的关键呢，可以说就在这一句啊，就在这四个字：信心不逆。前面呢跟我们说过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，这句话是说明了生实相的道理。生实相就是见性啊，实相就是我们常讲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这里面包括一切
信、相、理、事、因果，没有一样不通达，没有一样不明了，那才叫生实相。这个生呢，就是实相现前的意思，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。这一句讲的是果，怎样才能得到生实相的果呢？一定要信心清净。信心怎样清净？必须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淘汰的干干净净。就是佛在这个经里面教给我们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无所住是离相，离一切有相。离无相，如果住了空相啊，还是不能见性。所以必须要而生其心，而生其心，离空相。空有两边都离，两边都不执着，离得干干净净，实相就现前了，这个真性啊就现前了，那么从这个地方看呢，那个两句话呢，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，我们是没有时间讲啊，要有时间，时间的话，这四个字、两句、八个字。讲一个月都讲不完呐！那当然，身强非常有趣味，也实实在在能让我们彻底明了，这真正的受用。这个受用，用现代人来说，非常现实，决定不落空啊。那么我们想往后啊还有长时间啊，还有时间啊，我们能够在一起啊，能够深入啊广泛的来研究讨论。信心不逆的这个信心，就是前面讲那个信心清净，不逆是绝不违背，真的觉悟了，彻底觉悟了，觉悟到非依此法修行不可。我们念佛为什么功夫不得力？为什么西方世界连消息都没有？这我们不如古人啊。我们看净土圣贤录，看过去的往生传，确实有不少人在平常用功的时候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西方三圣，见到西方一真庄严，像初祖远公大师一生当中三次见到西方净土，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说过，这就是与楞严经啊大势至菩萨所说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那就相应了。这个话说的是真的，现前就是现在呀，当来是往生啊，没往生之前，现在能见佛，能见西方极乐世界，感应道教啊，用什么感呢？清净心感。换一句话说，从前人念佛了，
心清净啊，容易有感应的。我们现在人念佛了，心不清净啊，啊，杂心念佛，乱心念佛，所以在功夫上说，成片都达不到，啊，随着感应消息，自然就难以现前了。这也是我们这一次为什么宣讲《金刚经》啊，希望《金刚经》这个应无所住而生起心，能够帮助我们看破放下，而后才能够老实念佛啊。这现在不老实啊，啊，希望从这个经里面呢，真正能够反省回头，老实了，老实就成功了。这个经里面这一句话，它是合句，不是死句。所有一切大乘法门，都是教人修学成佛。啊，这一点呢，学佛的同学必定要知道。啊，明白了之后啊，佛教给我们六合敬啊，才能做得到。啊，才能够专心修学自己的法门，而尊重其他法门，决定没有毁谤啊！啊，那个叫六合敬呢。啊，我们赞叹自己的，毁谤别人的，这不是六合敬呢。啊，六合敬说实在的话，不是讲我们一个道场啊。是讲净虚空变法界，我这个合净啊，那个境界范围啊，是净虚空变法界。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榜样，53位善知识啊，善财童子53参，每一位善善友所修的法门不一样。你看看这53位菩萨，有没有自己赞叹自己毁谤别人的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，都没有看到，而都是自己谦虚，我没有智慧，我没有福德，我只选修这个法门啊，其他的那些大德们，他们智慧高，福报大，他能够修学别的法门，都是自己谦虚赞叹别人，所以我们在53参里面看到真正的六合敬的样子，那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我们如果要想成就金刚经，第一天就告诉我们要把心量脱开啊，我们无量经修行供佛而不能成就，就是心量太窄小了啊，没有办法超越三界啊。这心量大，大到什么地方呢？必须要能够啊突破3000大千世界，我们才能够出轮回啊。心量大，很大，但是在3000大千世界之内，这个心量不行，没有把了这个三界把它挤破啊，要大的时候把它挤破才行啊，啊，要破3000大千世界，这个心量是海阔天空啊，啊，所以起心动念是净虚空变法界，这才行啊，要学菩萨。自己谦虚赞叹别人啊，我们修净土
实在说是因为我们智慧能力都不够。像断烦恼，我们读了金刚经知道啊，要断烦恼能不能断？断不了啊。这知道断不了啊，这才回头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。啊，因为往生净土啊，这个凡圣同居土不要断烦恼的，扶住就行了。扶，我们想想有这个能力，断没这个能力。除净土法门之外，所谓说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是断烦恼。啊，不但不断见思，就出不了三界。出不了三界，无论修学怎样的成就，啊，怎样的功夫，都不算是真正的成就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纵然升天了，做到大梵天王了，天福尽了，还要堕落，还要轮转，所以那不能算是成就啊！啊，必须超越三界才能成就。那么超越三界的修行法，我们前面读过了。小乘、初果、二果、三果没出三界，但是初果就不着相了。这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示。如果出国须陀环着相了，那么我们可以肯定他没有证到出国。他跟我们凡夫一样，深深的着重在出我的这个身相。那是凡夫不能出三界，连出国的起码的修行人已经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，所以他才能证须陀洹果。啊，二果、三果、四果没有一个是着相的，那大乘菩萨就可想而知了，哪有着相的菩萨呢？所以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了。这个话说得这么肯定，金刚经没有别的，就是叫我们立一切相。啊，立一切相不着有，修一切善不着空。立相跟修善呢是同时，没有先后。要是有先后不同时，那就错了。啊，它是同时的。啊，所以生心，生什么心呢？生利益一切众生之心。你我们这个身体现在还在这个世间，我们还要穿衣，还要吃饭，穿衣吃饭都是利益众生，都不是利益自己。这也是《金刚经》上教给我们的修法了。我们穿衣有穿衣的样子，吃饭有吃饭的样子，就是在这生活当中，点点滴滴都要给世间人做一个榜样，做一个模范。本经的发起，释迦牟尼佛在生活当中啊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。啊，这个叫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诸诸菩萨，没有讲一句话了，做出样子啊。啊，佛做出这个样子，我们看这样要能体会。所以读华严呢，这个意思你就更明白清楚，更深入了。啊，华严经53位菩萨。在《金刚经》上讲，那是53位佛。禅宗里面讲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初住菩萨破一品无名，证一分法身，就是佛了。天台家讲分证佛了，
金刚经上所讲的诸佛，就是从原初住到等觉叫诸佛啊。所以华严经上啊，五十三参那是五十三尊佛啊。这五十三尊佛他所示现的只有五个现出家相，其余都是在家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所以就在你们本位上修菩萨行，就在你们本位上成佛啊！你是家庭主妇，就在家庭主妇里面行菩萨道成佛了啊！你经商，就在商场里面行菩萨道成佛了，你做工在工厂里面行菩萨道成佛了，都在自己本行本业上。所以用《金刚经》跟《华严经》一合一对照，你就能开机看到啊，就能够体会到啊，啊，佛法在哪里修啊？佛法在生活当中修啊，啊，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啊。啊，我平常跟大家提出来的真诚心呢，真心呢，那是心之本体啊，啊，真如啊，本性啊，是真心的本体啊。清净心呢，是本体的相啊，相是清净的啊。平等慈悲都是用啊，其用啊，自受用平等，他受用慈悲，慈悲是对他的，不是对自己，对自己是亲，是平等啊，平等就是没有高下，没有差别，这才叫真正的觉悟，那无上正等正觉，所以一定要记住佛在此地教导我们，心不住法而心不施啊！佛用一个布施代表我们所有一切的行为啊，包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就用这一个布施来做代表啊。这个用意啊，无限的深广啊，利益一切众生是真正的利益自己。啊，念念想到自己，诸位要知道，增长我执。凡夫之所以不能成圣，就是两种执着：我执、法执。有我执就不能出轮回，有法执就不能见性。啊，破了我执就超越六道轮回了，破了法执就明心见性了。啊，这是佛为什么叫我们一定要破执着，一定啊要不着相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昨天晚上所讲的解分就是说明这个道理。啊，而最重要的一句话，也就是佛对我们的嘱咐：信心不逆。啊，这是我们修学成败的关键。我们对于佛的教训，要生深信心，决定不能违背。啊，知道非照这个做不可，不照这个做就不能成功。啊，那么我们再看今天这个下半部，下半部一开头跟上半部很相似，啊，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小段，啊，二是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摩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你看这个东西，这个问题跟前面问的不是一模一样吗？
佛已经解释得那么清楚了，何必再要重复再要提出这个问题来请教呢？如果这个意思要不是比前面深，这就讲不通了。前面已经入了相当的深度了。这刚才说过了，前面总是经上说的，现在从心上讲的。所以这个观照功夫越来越深了。要讲到发心无住了，不是像前面讲的不住色声香味触法了，那是境界。须菩提，这是世尊大弟子当中，这十大弟子当中解空第一了。那么问题提出来了，世尊给他解释的又跟前面的这个语句又非常相似啊！佛告须菩提，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当生如是心，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已，而无有一众生是灭度者。下面解释，何以故？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则非菩萨。所以这和须菩提，是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不同的就是后面这一句。后面这一句不同，前面问答的意思跟前半部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体会世尊的甚深的教诲，那就是菩萨修行成佛只是一个原则，一空到底。前面是初发心，前位位置很浅啊，用什么方法立相？到深位的菩萨呢，深位是已经明心见性了，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这是身为菩萨原教初度以上的了。他们用什么方法？还是用这个办法，还是用立相，还是用空有两边不着，法相非法相都不取，还是老方法，就这一个方法了。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了，没有改变啊。方法是一样啊，意思不相同啊，那深得太多了。幕后这句话说得好啊，发菩提心实无有法，这是交给你。法心不能着法心的相，我发菩提心了，着了发菩提心的相了，谁发菩提心？我发菩提心，我相有了，有我相就有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全都有了。菩提心要不要发？要发。发菩提心就是身心，不能着发菩提心的相，就是无住。法身大士也如此啊，也不例外啊。所以这个经呢，它的好处就是直接了当，一丝毫委曲婉转都没有。
上没有拐弯抹角的说法，单刀直入啊！啊，这是这个经典好处啊，所以把心量脱开呀、啊，是非常非常的必要。前面所说的令一切众生介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此地稍微改了一下，我亦灭度一切众生，意思完全相同。一切众生是尽虚空遍法界，要发这个心呢，不要以为 我哪有这个能力，我没有智慧也没有能力，我怎么能帮助这么多众生呢、啊、那倒也是一回事，不能没有这个心，不能不发这个心。啊，发了这个心之后，一心田愿啊，我们用我们的行持实践我们的大愿啊，我们就一愿一发了，就有方向，就有目标。啊，我这一生呢，这个是有方向、有目标啊，这个生活就充实了，就有意义、有价值了。啊，不至于像一般的凡夫醉生梦死。啊，一般人的时候，一生确实他没有方向、没有目标啊。所以那个日子过得很痛苦了，啊！佛教跟我们有方向、有目标，啊，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，这样的句子在《金刚经》重复很多遍呢、啊。这个经不长啊，就晓得这句话的重要。读诵受持为人解说，这句话佛在这个经上也说了许许多多遍。这就是实际灭度一切众生的行持啊！我们真要去做啊！怎么做法呢？受持。受持自己依教奉行，这叫受持。读诵是熏习啊，每一天读经，读一遍或者读两遍，《金刚经》不长啊，念熟了一遍十五分钟够了，啊，不耽误时间呢。啊，这个般若净土合修啊，《金刚经》跟《阿弥陀经》合起来念一遍，不会超过半小时啊。啊，一般人确实有这个时间的。姜维农居士就是般若净土啊，合起来修的。啊，用《金刚经》。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关照看破放下，老实念佛，一心求生净土，决定得生呐、啊！生到净土之后，你这个灭度一切众生的愿呢，就达到了。那诸位读了《无量寿经》就明白了，一生到西方世界，你的神通、道力、智慧、德能。差不多就跟八地菩萨一样啊，你能够啊千百亿化身呐、啊，啊，就像观世音菩萨品一样啊，哪个地方有球，哪里就有印呐、啊，你就有这个本事，有这个能力。现在没有这个能力，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能力马上就得到。啊，可见的它不是假的，它是真的。心一定要大，量一定要大，行一定要大。
放大之后啊，给诸位讲啊，那个快乐就无比啊，那个就是过去像方东梅先生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啊，所有一切的苦恼苦难都是小心量造成的啊，这个小心量是妄心的，是假的，真心是无量无边啊，我们把真心迷失了啊，画圈圈越画越小，越画越小啊，画到最后不但两个人不能包容啊，连自己一个人都不能包容，你说小的这个样子那就太可怜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把心量脱开啊，灭度一切众生，不能着度众生的相，而无有一众生舍身度者，这就是不着相啊，不着相心就清净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在在处处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清净心，心绝不受外境的污染，而能够修一切善法，利益一切众生。啊，这个修习善法，前面举例子给诸位说过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不能说得很详细。啊，希望诸位从一个例子两个例子里面呢，就要能够举一反三呢，要能够联想到我们生活当中所有一切行持啊，都不违背本经的经义啊，就是本经所说的道理，因为受有法发菩提心，所以菩提发菩提心呢，不应该执着。菩提心是什么呢？不能不略说说。马明菩萨《起心论》里头跟我们讲的执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这是菩提心。菩提心为什么说三个呢？有体有用，执心是体，身心大悲心是作用，有体当然有作用，作用呢是两个，一个叫自受用，一个他受用啊，也就是你用什么心对自己，用什么心对别人啊，对自己的自受用身心，对别人的大悲心啊，所以诸位晓得三十一啊，一二三啊，啊，只一心啊，从三面来说啊，啊，千万不要误会，菩提心有三个心，那就糟了，那变成三心二意了，是吧？那就错了了啊，是一心。有体有用。那么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上跟我们讲的菩提心呢，这个名称呢，名相跟着呢有一点差别，意思是一样的啊。第一个是至诚心，诚是真诚，是真诚达到了顶点啊，达到极处啊，叫至诚啊，这是体。所以至诚心就是执心，执心就是至诚心。这个经论合起来看呢，意思就容易明了了啊，真诚呢很难，我们平常都以为自己我很诚啊，很真诚啊，其实距离佛的这个标准呢远之远矣啊。
过去曾国藩先生在他读书笔记里面有一条解释这个臣，他是解释儒家的，啊，儒家讲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，他解释那个臣，啊，什么叫臣呢？一念不生，是为臣。那么换句话，这个标准呢，就相当高了，是佛说一半的意思。因为什么？他只是无助啊，他没有身心啊，啊，所以只有一半的意思。无助要身心才有用处啊，才有体有用啊。啊，他说的已经不错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心里面还要有妄念存在，那个心就不真了。啊，真诚心里头没有念头啊。真心立念啊，没有念头，那才是真心。那么第二呢，也叫真心。第三叫回向发愿心。回向发愿呢，就是论里头讲的大悲心啊。回向是将自己所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德福德都与一切众生共享，你看这个心量多大，不为自己啊，与法界一切众生共享啊，这才是佛教给我们那个回向发愿。所以成佛成菩萨了，他才能普度一切众生啊，与他的本愿呢相应。那么这是三心的六数。而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呢，跟我们讲无上菩提心，他的讲法啊更特殊了，非常容易懂啊。是在讲呢，我们讲这个直心也好，是身心也好啊，都很难懂，也不晓得从哪里下手，也不知道怎么修法啊。藕益大师讲的就很容易懂了啊，他老人家讲的，如果我们真正发心呢，求生净土啊，真正想求生净土，真正想见阿弥陀佛，这个心呢，就是无上菩提心。这样说法了，藕益大师以前从来没有人讲过的。细细想一想，他这个话呢，很有道理呀。古德常说嘛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呢？你能够往生，能够见阿弥陀佛，你不发大菩提心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所以求愿往生啊，就是无上菩提心啊。于是我们才恍然大悟啊，净宗法门是大乘法门呐，而且是大乘特别的法门呐。许多些老太婆念佛往生，站着走坐着走的，他从来也没有听过经，问他佛教意思是一句也不懂，他居然能够站着往生坐着往生啊，临终瑞相那么好哦。原来藕益大师这话说对了，他一心专求西方啊，人家发的是无上菩提心，我们天天在搞直心身心大悲心啊，都落空了，是人家那个是搞成功了，我们都搞落空了。所以越想
欧耶大师的话，对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于是乎我们懂得怎样发心了。啊，这个教义不懂了，专求净土，专念弥陀，我们利益众生的大愿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一定圆满。纵然还没有往生之前，我们在这个时间是这个身体留在这个世间，已经度了无量众生了。没有说一句话就度无量众生了，啊，你相信吗？念过《金刚经》的人相信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那一个老实念佛，就那个老实的样子，就接引了一切众生。啊，虽然一句话没说，做出样子给你看了。啊，一天到晚行住坐卧，心不立佛，佛不立心。心口一如啊，一个真正念佛人，真正求生净土的人，必定是一个老老实实、规规矩矩的人。这就是我们的好样子啊，那就叫真正修行啊。啊，他真的一切能放下了，一切能看开呀。不要认为他们有知识啊，啊，甚至于他不认识字啊，啊，他不懂教理啊，他的一举一动，我们仔细观察，都是我们的模范，我们比不上。不单发心不能住相。大都不能住相啊！我们翻开第十八页，这个意思很深的，这是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啊，佛。修什么法得什么法而成佛的呢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！所以这一句是我们学佛人呢所求的终极的目标啊！这一句话是梵文，翻成中国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如果用我们现在通俗的话来说，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得到这个智慧呀，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十界他方，尽虚空遍法界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这句话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成佛就是得这个法。这个法也不能执着，所以讲实无有法。在佛告诉须菩提，如是如是，须菩提，实无有法，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为什么说无有法得无上正等正觉呢？诸位要晓得，如果是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个法就是定法了。那定法了，只有一个法门可以得了。佛所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可以得。而且所得的呢，
并不是你真有个东西做到了，因为究竟圆满的智慧呀，是我们真如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。所以这个楞严里头说得好啊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。般若心经里面给我们讲的无知也无得啊，本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如来所得之法了，无实无虚。那这个话说的很有趣味啊。无实是什么呢？就是实无有法可得。那无虚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没有这个法，法确实是有，但是法是你自己本来具有的，那从哪得的？啊，所谓得，只是把我们自信这个圆满智慧上面那层障碍去掉而已啊。修行不是修别的，除障而已啊。这个障呢，就是像我们一般讲的烦恼障、所知障啊、业障、惑障、报障啊。我们讲二障、三障啊，这个地方讲的我执、法执啊。我执就是烦恼障，法执就是所知障。名相不同啊，意思完全一样。除障而已啊。那么佛法跟非佛法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很容易啊辨别。因为世尊在楞严经上说，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，末法时期这个时代，本经上也讲啊，楞严讲的详细，说这个时代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。邪正怎么辨别？如果我们稍稍涉猎大乘经典，你的眼睛就放光了。就能辨别邪正，凡是正法一定叫我们离障的，一定叫我们的心呢一天比一天清净。这是正法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大小乘佛法没有例外的啊，心一天比一天清净。欢喜叫法喜，一天比一天增长，法喜充满了，心清净能生欢喜，这个人怎么不快乐呢？人一快乐了啊，跟诸位说就年轻了，就不老了。所以不但是佛法修行啊，世间法这个学问功夫啊，从哪里看呢？从他的面貌，从他的身体，从他一举一动就能看出来人的修养，人的学问，从这看啊。啊，你看佛像菩萨像都很饱满的啊，都非常健康的，你在哪里看那个菩萨病哈哈的？没看到过啊。摩罗汉有，为什么呢？摩罗汉呢，他这个见思烦恼断了，他尘沙无明没断啊，所以摩罗汉的相长得奇奇怪怪的啊，就是他的烦恼没断尽啊，他只破我执没破法执。我们要学学这个啊，从这个地方就能辨别邪正啊，我们自己走的是正法，这个路子
还是走了偏差。大乘经摆在面前念几遍，对照对照就清楚了。所以佛成佛也不住成佛之相，佛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不，这个心里头也没有一个得啊，正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念头，意念都没有啊。从如来果地上啊，一直说到小乘初果，通通是立相。那么这个方法就是一空到底。啊，我们没有能力，实在立不了，这才老实念阿弥陀佛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再离，再去办去。啊，换个环境啊，啊，所以念佛就老实了。有能力行啊，现前就可以办了啊，试试看能不能办得到，办不到呢赶紧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。这一段经文里面还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啊，在这个第十八页的当中啊，幕后这一句，如来者即诸法如意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，说明什么呢？如果事实真相果然通达了，说有说空啊都能讲得通，都没有过失，没有通达了，说有有过失，说空也有过失啊，真的通达了，说有不着有相，说空不着空相，那就没有妨碍了，那就都可以说了。啊，这一句经文里面是告诉我们，法法皆如。如是什么呢？如是真如啊，无有一法不是真如。禅宗大彻大悟见了性了，请教善知识来给他证明啊，这我们在禅宗语录里面常常看到的啊，这个善知识就老师啊，就是出个题目问他现在哪里啊，你见到什么？他随便在树上掐个树叶，弟弟，或者拿一张纸头的，比一比。老师点点头，没错，他见性了。我们看到莫名其妙啊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《金刚经》这一句是：“法法皆如，无有一法不是真如啊。”法是相啊，体是真如啊。古德了举比喻来说，是以金作器啊，器器皆金。哦，你知道有金，金在哪里啊？拿一个手镯啊，金镯，这是金啊。拿一个金链项链，哎，这是金啊。拿一个金耳环，这也是金啊。相，相就是性啊，性没有离开相，相没有离开性啊。设法界森罗万象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？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，体就是真如，就法法皆如。因为法法皆如，所以法法平等。你在这个一切法里头，要生不平等的心，你是着了相了，啊，着相。比如金，这个金器千千万万种，镯子不是项链，项链不是耳环，坚固的执着它通通不是。啊，你要晓得都是金的，它通通是的，就一律平等了。着相就不平等了，不平等就生烦恼啊。
啊，就起执着生烦恼啊，懂得诸法如意呀，平等心现前，众生跟佛平等，有情跟无情平等，啊，《华严经》上“情与无情同源种质”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。平等就是佛心。世尊在经教里头给我们讲这个十法界，十法界怎么形成的？心变成的。所以说一切法了从心想生啊，所以这个观想很厉害啊，想什么就变什么境界，念念都想做佛，他怎么不做佛呢？那佛是怎么成的？想成的嘛，想菩萨就做菩萨，想什么就得什么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因为那个想啊它变了，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诸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现的这个相，相它会变化，为什么它会变化？从心想它就变化了啊。所以佛法这个修行是在讲不管哪一个法门啊，大乘法小乘法，归根结底呢就是一个观想啊。我们念阿弥陀佛，持名念佛，还是想佛啊，想佛才能够往生啊，想阿弥陀佛才能往生啊，那不想怎么行呢？看《金刚经》里面教给我们观照，观就是观想，道就是明了啊，啊，清清楚楚的、明明白白的观想就叫观照，啊，离不开这个原理原则。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体是一个，没有两样啊，所以法法平等啊，是法界，佛心是平等心，菩萨六度心，常常怀着六度，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，这是菩萨。圆觉十二因缘心，声闻四谛心，啊，天十善心，慈悲喜舍心，忍无戒心，修罗无戒十善里面掺杂着共高我慢，这变成修罗。出生愚痴心，恶鬼贪心，地狱嗔恚心，那佛家呢，那就是这个东西在变动啊。我们起个心动个念是什么心？就造哪一道的业因啊。所以将来人死了之后到哪一道去，就看他平时哪一个念头有力量，哪一个念头到最后那个意念去他做主宰，那一个念头啊就带他到哪一个法界去了啊。所以为什么念佛人叫你常常念佛，常常想佛，培养把这个念头养熟，把这个念头养成得力，到最后那一念还是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功夫成就了，这就决定到极乐世界去了啊，用佛心现前了啊，这么一个道理啊。这道理不搞清楚啊，你不但不肯念，肯也不会念呐！啊，你念的不好啊，念的功夫不得力了，啊，都搞清楚了，都搞明白了，
你就会念了。晓得十八戒一真庄严是一回什么事情啊，他的性体性，他的现象，他的因因果果啊，这一切事理没有一桩不清楚不明了啊。这一句话很重要啊，说得好啊。后面又说，如来所得般若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中无舍无虚，这一句话也很重要。要晓得一切法都是无实无虚，因为无实你不能执着，因为无虚你要认真去做啊，你不可以不做啊。无实是从思想从相上讲的，无实是从体上讲的，从性上讲的，这就是教我们两边都要放下啊，法相非法相都不可取的道理在此地啊，这是把所以然的道理为我们说出来了。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，这话非常有味道了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了，穿衣吃饭都是佛法啊，起心动念一言一笑都是佛法了，没有一样不是佛法，这个味道就很浓很浓啊。诸位再翻开第七面，我再叫你看两句话。啊，第七面第一行啊，你看，须菩提，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。这个地方又说，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。前面那句意思的不能着相啊，着相就错了啊。如果一切都不执着呢，跟你说没有一法不是佛法，一有执着佛法都不是佛法了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！佛是觉悟啊，佛法是对一切法里面觉悟了，不迷了，一有执着就迷，一起念头就迷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教给我们，在一切法里头不起心不动念，所以一切法皆是佛法，因为法是无舍无虚，一切诸法如意。所以在结论里面呢，在这一分最后一行啊，在第十九面这最后一行啊，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明真是菩萨。这无我法就是空有两边不着吗？底下这一段是讲啊开佛之境，所以后半部啊有深无浅呢、啊，道理在此地啊。啊，《法华经》里面，《法华经》的宗旨就是开示悟如佛之之境呢、啊。啊，这个里面一段所说的，那就是《法华经》啊，也可以说。一部《法华经》呢，就是这一段的注解而已啊。啊，这一段就是《法华经》的精髓呀、啊。首先，佛提出无眼，说明不执着一。啊，一不能执着啊。这是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。接着呢，又说世间啊，佛先举比喻说啊，恒河中所有沙，佛说是沙佛。须菩提答复的说，如是世尊，如来说是沙。
我们一般凡夫说啥，佛也说啥，不知义也，疑义都不知足。这也说明佛法不坏世间法，佛法在世间，世间人在迷，没有觉悟啊，迷得很苦啊。在迷之当中，如果能跟他建立秩序，建立制度啊，他就减少摩擦，减少纷争，减少痛苦，因此这些法对于迷惑众生是好的，是有必要的，佛也赞叹，佛也随顺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不破坏啊。你说什么很好，你说只要不出大乱子都很好啊，出大乱子的话，是啊，看到你造卧室的需要堕落的时候，那佛就要纠正你们，这不出大乱子，那小错误福点点的没关系。佛法圆融啊，活泼自在啊，啊，确确实实佛无有定法可说啊，佛无有法可说啊。为什么无有定法可说？因为无有法啊，不但无有定法，法根本就没有啊。啊，但是你也不能执着，哦，没有没有，你就做空了。所以说，非实非虚。这才是事实真相啊！幕后皆成不可得啊！这是《金刚经》上也是很有名的句子啊。这个幕后一行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三心不可得。我们要仔细想一想啊，真的是如此啊！说过去已经过去了，未来还没来；说现在，现在已经过去了。这都是说明事实真相。希望我们从这个里面呢，去体会，去领悟啊，真的彻底明白了。晓得我们在这世间应该怎样做人，应该怎样做事，做人做事都是行菩萨道，做人做事都是成佛之道啊，就会跟诸佛菩萨那个态度没有两样了吧，就不迷了吧。那么这个后面交量获得，我们就把它省略掉了啊。再翻过来看第二十一分，二十一分里面有很重要的教训。啊，这是就法啊，法布施说明体空，说明无法可说。佛说法对机才有说啊，虽说而无说，佛并没有起心动念，所以有感则应啊。这佛在经上就比喻啊，像我们敲大磬一样啊，你敲它一下它就响，你不敲它就不响啊。你敲重它响得大，轻巧他想得轻，有感则应啊。他有没有心呢？没有心，佛心永远是清净的啊。众生提出个问题问佛，佛会想一想，哎，我应该怎么答复你， 那就变成我们凡夫了。哎，佛是随问随答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哎，答复的那么圆满，答复的那么叫你开悟了啊，
那么样巧妙啊，这个一部大藏经就是这么记录下来的啊。所以佛说无舍而舍，舍而无舍啊，这个地方讲了，菩提如勿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有所说法。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意。须菩提，说法者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句句都是事实啊，句句都是实相的真相。就像那个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，那个人有病，医生看了才能处方啊。他是健康，他没有病，医生处方也就没有了，药也就没有了。药是怎么来的？因为有病才建立有药啊，病没有了，药也没有了啊。佛的这些话就是治我们众生毛病的。我们毛病没有了，我们的毛病是什么呢？执着啊，看不破放不下了，在现在看破放下了，那佛法也没有了啊。既然看破放下了，还要抓住佛法，你还是没看破，还是没放下。所以说法上应时，何况非法啊，当我们没有看破没有放下的时候，这佛法对我们有用处啊，帮助我们提起观照的功夫啊，真正彻底放下了，佛法也不要了，再要佛法就糟了。这是真的啊。可是诸位要晓得，无助身心，身心无助啊！你就这样念法，会开智慧。那佛菩萨的时候还要讲究这个法，菩萨的时候还是天天抱着佛法，为什么呢？做样子给一切没有得助众人给他们看，还要如法修行，还要做出这个样子。这叫大慈大悲啊，这叫普度众生啊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说老实话，进入这个境界之后呢，他有能力不要这个身了。为什么还要这个身？要了这个身还在天天装模作样？大慈大悲呀，做样子给众生看嘛！啊，这个就是前面呢，须菩提尊者看穿的，善护念，善辅助，他做样子给你看。啊，所以这是这个就叫身心，所以身心无助啊。绝对没有这个念头啊，念头都没有啊，完全是自自然然的现实。你说他怎么不快乐了？他怎么不自在呢？啊，我们学佛要在这个里面得到一点味道，体会到一点，哦，你的生活就幸福美满了。这个经如果要细讲的话，一天两个小时应该要讲半年啊。我过去在台北也是详细讲过一次啊，总共讲了四年，一个星期讲两个小时，讲了四年，只讲到一半，就是上半部讲完了，下半部就没讲了啊，因为时间太长了。我说在下半部讲下又要四年的时候，我就说了，咱们跟日本人打仗啊，打了八年，我这一部金刚经讲八年不像话，是不是？所以讲一半呢，后半部不讲了。
啊，这细讲当然有细讲的味道啊。由此可知啊，这个经里头字字句句啊，含义无限的深广。底下这一段啊，静心行善，这个二十三分，这个里面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开始，我们必须要牢牢记住的。事发平等，无有高下，这个法是什么法？一切法啊，都要知道，像这个华严经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，那个一不是专一，任意，任何一法展开来就是一切法啊，所以它是任意，任意这个才妙啊，这个才讲的圆满呢 啊像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都是第一，任何一个法门都圆满包括一切法门啊，诸位一定要懂这个意思，这是佛法里的平等义啊。我们讲本尊，像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的，阿弥陀佛第一，所有一切诸佛都是围绕着阿弥陀佛的，阿弥陀佛第一啊。如果说释迦牟尼，释迦牟尼佛第一，阿弥陀佛也是围绕着释迦牟尼佛的。任何一尊佛都是主，任何一尊佛都是伴，这就平等了，不是哪一个是独尊独一啊，没有这个道理的啊。所以事发平等啊，任何一法都是一，都是第一，都是一个中心，这是平等义。所以一切法无有高下，一切诸佛无有高下，一切菩萨无有高下啊，佛跟众生无有高下，有情无情无有高下，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些全是事实真相啊。我们如何修呢？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，开始我们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。所谓一切善法是利益一切众生，所谓利益一切众生是要一定帮助一切众生开悟，那叫真的利益啊。凡是不能帮助一切众生开悟的，就像经常讲，以一个恒河沙世界七宝布施，以无量恒河沙世界七宝布施，以一个生命来学生命布施，学无量无边生命布施，都比不上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四句偈的功德啊。你就晓得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自己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是叫人破迷开悟，这是真实的，真实的利益啊。再多无量无边七宝布施，他得的那个佛宝出不了三界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啊，出不了三界啊。这不是佛的意思，这不是究竟的利益啊。真正究竟的利益，确确实实是叫你放下，明白这个道理啊。一切法平等，所以对一切要恭敬。不管你认识的不认识的，平等的恭敬啊，清净心恭敬啊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一条，离敬诸佛，那个诸佛是包括一切有情无情统统包括在其中。用华严上讲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那个众生包括有情无情啊，所以对一切人都要恭敬，像对佛一样的恭敬，每天拜佛这样恭敬的说，我每天早晨起来拜三拜佛，用意在提醒我，我对所有一切的大众就跟我恭敬佛一样的恭敬心。如果有不平等，那我已经不是学佛了，我不是佛弟子了
修行在这里修啊，啊，这个叫一切善法。行法的纲领不外六度啊，《华严经》开为十度啊，不外乎啊这个六度十愿啊，普贤菩萨的十愿啊。所以幕后这又来一个比较啊，我们看二十三面最后这个一段。啊，我们经文念下去。须菩提，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须弥山王，如是等七宝具，有人持用布施，啊，这个福德不可思议了。若有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，为他人说，于千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，乃至算数比余所不能及。这什么道理？刚才所说的，啊，再多的财宝布施，因为它着相，啊，着相就不能出三界，就不究竟，啊，不管你福报怎么大，都是搞六道轮回，啊，依照这个经义来修行，啊，所以你看他把受持摆在第一。诸位仔细看这个经，受持以后才有读诵，才有为人演说。他不是读诵受持，他把受持放在受持下，你一定要照做，一定要依教奉行，非做不可。啊，这个福德，什么样的这个财布施没有办法相比啊？能叫自己这一生呢了生死出三界，所以。我们跟这个世界人无论怎么过不去的，想一想过几天我就要脱离六道轮回了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？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？啊，再大的冤家债主见面啊，阿弥陀佛，过几天我就分手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就是你什么都了了嘛。啊，这个是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。啊，所以决定要记住啊，要依教奉行，信心不逆啊，非照这个方法修，没有第二个方法。啊，尤其要把理事因果要看得很透彻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修法。啊，因为每一个时代状况不一样。啊，众生，我们讲现在讲的生态，生态环境不一样啊，啊，所以这个佛并无有定法，啊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，啊。